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维尼时光，我是维尼。今天影片要介绍的是喜乐坦的家具扭蛋。这是今天的蛋纸，一共是有5款，然后再加一个隐藏版。首先要介绍的呢是柜子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款，它的2个抽屉呢都是可以打开的。再来是桌子还有台灯。小海狮的椅子，然后它的隐藏版呢，其实就是这张椅子，然后上面有多一个熊的图案。接着呢，是可爱的电视还有电话。下角呢是这次的机台纸，每一扭呢都是400日元。最后的压轴当然是喜乐坦啊，还有它的茶壶跟杯子，茶壶的杯盖是可以打开的。它之前也有推出一款是只有喜乐坦的扭蛋，然后之后呢又出了第二代。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收集哦。上一集是介绍布丁狗的吊饰，还没有看的朋友赶快去看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